由阿宇和朴宝剑主演的韩剧《您辛苦了》日前已经正式开拍，预计在2024年上半年开播。早前网上流出两人在济州岛拍摄路透照，虽然照片非常模糊，但是可以看出两人都穿着复古学生制服造型，当时就在网上掀起热议。而近日官方终于公开了阿宇与朴宝剑的剧本研读照，两人终于同框的画面让众多粉丝都大赞，真的外形好大，好想赶快看到两人会展现出什么样的火花。另外，新剧《您辛苦了》是阿宇暌违5年再度演出的电视剧，也是朴宝剑退伍后的首部作品，因此也让众人相当期待啊。